晚安大家。晚安。嗨嗨。晚安。安。现在是晚餐时间。我现在。我今天的晚餐吃了，今天晚餐吃牛奶锅，是起司，大家看不到，没关系，因为就有点饿了，因为我今天午餐吃过洗碗，对焦不到，算了。大家可以我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吃晚餐。笑死！谢谢卡车的天线宝宝。现在是晚餐时间，有点大声。Hello 造句组，那你太晚吃了。今天顺便跟大家聊一下二周年演唱会，大家可以先分享一下你们的感想。对，我也是企鹅，首次表演企鹅。这是我第一次表演企鹅，第一次穿上企鹅装，企鹅装真的很可爱，我很喜欢企鹅。还是的 Penguin， 对啊，我们自己也很意外。这次。他们两个 C 位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表演企鹅。企鹅真的很可爱，企鹅装也很可爱。对，早。不是早场，午场跟晚场各一个 center， 厉害吧？看看等一下跟大家聊的怎么样，再决定要不要 study。先填饱肚子再说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现在5:40。午安，下午安，好吃哎、欸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就是蛮意外自己可以当两个 C 位。我再去牛奶锅。对，我也原本也有吓到，哎、欸，竟然。要跳起了，就是居然不是 B 组跳，不过他们无常也有跳啦。可是我真的很大声唱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麦克风好像没有收到我的声音，就我自己其实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谢谢企鹅，我原本就是个会跳舞的孩子，没有啦。进步了，进步了，布丁进步了。其实大家都很奋力唱，但是不知道，可能收音有些问题吧。啾啾啾，跟双马尾，双马尾，我好像
就是听不太到自己在唱，不知道大家如何听得如何，希望下次能更好。对啊，我其实一直很担心那一 part 的 MC， 我很怕自己讲的不好，让大家尴尬之类的。然后其实我原本就是我原本那个时候要正要 Q 子轩，然后就要结束了，所以就是有点可惜这样。Hello， 本丸。对啊，我就是怕说大家，就是我那天我就是打了很多就是问题。谢谢本丸的带你去流浪。我原本想 Q 他，可是时间不够。非常紧张，我一直很害怕自己会让那次的 MC 尴尬，我一直很担心那个 MC， 然后我就写了很多的主题跟问题，然后就给成员们，然后请他们先帮我想一下，就假如说我要讲到这个问题，他们会回答我什么这样子。然后就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备案，这样。虽然没有全部的备案都用上，不过应该还行啦。谢谢大家。我有问一些姐姐们，我问了波乐姐姐，还有阿潘姐姐、小琴姐姐、各种姐姐，就我都去问了一下，说我应该要怎么，就是我可以讲些什么这样子。就是我其实也很怕尴尬，但有时候，毕竟我不是很专业的主持人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。MC 功力还有待加强，这样就是难得一次要自己发挥的 MC， 没有思雅阿嬷偏忙这样子。谢谢大家，第一次主控 MC。成功，自己说成功。欢迎大家，成功成功，你也给赞了。对啊，一次宝贵的经验。不过我觉得我有点偏急啦，就是我很急迫的会，就是我很急迫的想要赶快切下一个话题，这样就是不想让场子干掉这样，所以我有点急迫。真的吗？跳舞大进步，我跳舞真的好像有大进步。没有啦，这是谢谢Ben的告白气球。这次好像收到很多大家的那个回馈，是说这次跳得很高，因为啊没有穿高跟鞋。嗨，说话哥晚安 ，Hello 草莓酱，因为没有穿高跟鞋啦。就是高跟鞋阻碍了，限制了我，你知道吗？高跟鞋限制了我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不是贫穷，高跟鞋限制了我的跳跃。嗯，这次是穿平底鞋，
所以我就跳得很高。不过这也是我要加强的部分，就是不能因为穿高跟鞋就跳不高，要训练到连穿高跟鞋都能跳很高，就是要训练的目标。就穿高跟鞋比较容易不稳，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跳舞。谢谢手滑的哥，手滑哥的告白气球 ，Hello Min， 大家好像今天都有来耶，开快乐。嗯，所以还要再多多练习跟高跟鞋相处。可以加料了，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牛奶锅，因为它那个它的碗跟它的汤没办法 match， 就是它倒进去，然后那个碗会满，所以我就刚只倒了一半。耶、yeah, ，我也很期待跟大家分享。没有啊，我最近都穿着这个外套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外套。哦，是蛋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装不完，所以就分开。没有，成社团没有在穿高跟鞋。其实不会有人在穿高跟鞋跳舞，因为高跟鞋会限制你的想象。就像你跑步不会穿高跟鞋跑步一样的道理。不过这还是我要训练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活动的心得吗？针对布丁的也可以。欢迎分享，分享一波，没有，我们没有穿高跟，有啦有，我们有穿高跟鞋彩排，有啊有有啦，因为这次没有穿，所以就没有穿。我在讲什么？真的，我一直很怕我 Green Flag 会不会做得太臭脸，我很怕我没有把那种有点伤感的情绪做出来，我很怕我弄得太凶。我最喜欢做校园转变了，怎么了九蛋？我很怕我臭脸。哦，要有啦！我有背日文，可是我明明有唱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唱 bingo 的时候，那个我就根本就喊的啦，没有，真的。可是其实我们背歌词也很赶，就是不过还是努力的把它背起来了。真假？结果你有赶上吗？对啊，日文歌曲就是只能死背，就是真的只能应记，应记歌词。我那个什么，我已经很用力唱。可是我有唱啊。
而且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那个 bingo 啊的音档电音好像比较小声，就是我们都要很大力唱才会有声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确定，希望下次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。哇、哦！可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这个，你可以给一号吃。嗯，那天彩排的时候去就觉得哇好大哦，舞台超空旷很大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山顶又不会很山。谢谢陈鱼的普通福袋，谢谢大家，这次大家好像都给我不错的评价，我很高兴，谢谢大家。感谢一波，感恩的心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上到好像 H 牌还是哪一牌？对啊，就是我们平常在乌美，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数字嘛，就是会有站位的数字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们平常在乌梅是到6，然后这次是到8，就是好像一格会间距55公分，然后这样有0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到8，超大的，好可惜哦，迷哦，没有柱子，大家都很开心没有柱子，对不对？恭喜大家成功摆脱柱子。对啊，乌梅因为还有侧边区，对啊，哦，我要解释一下我的纸飞机。我那个是我自己折的，我是折那个最阳春的那种。可是你知道我在那个后台试射的时候，明明就飞超远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现场射，然后就砰，它就这样坠机，它坠机了。不是，我想说最阳春，但是最靠谱，我就折了最阳春的纸飞机。然后他就下坠了，我在后台是明明就飞很远，有结界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这样，哦，那个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有的，真的，还会回力标。超强，大家的折纸飞机功力没有，我试飞是在后台，没有在舞台前。不是啊，最阳春的那个最阳春的纸飞机，认为它最靠谱。你折那个什么？一云那个时候就上网查折可以飞最远的纸飞机，结果他在后台试的时候也是下坠，所以我们应该回归根本。我自己砸的。哦，那我应该就是丢太用力了，我太暴力了，我想让他飞远一点，结果弄巧成拙。不是，我在吃那个，我在吃牛奶锅，我的晚餐。
没有啊，它正常，没有哈气。为什么哈气可以飞更远？请解释这个物理现象。精神力上升。什么精神力？请解释物理现象。哎，爸爸，好久不见。上班经营中，加油哦。对啊，我直播就呆呆的。哎，今天好多人都有来哦，好开心哦。感谢大家今天有看我直播，还是因为现在都没有人播这样子。跟过香炉一样。嗨，国树。哎，国树，我有看到你，有看到我对吧？说的也是。好久不见，爸爸，你一定很久没来看我，傻眼。啊，我要把握。好啊，我把握。可是我好像丢太大力了。什么什么大实话？谢谢转转的 love， 你最好啦，爸爸。傻眼，是有多忙？有多忙？那可能是我太暴力了，直飞机就飞到下坠。旅馆怎么？你怎么会不看晚场啊？晚场感觉就比较好，晚场感觉就是会比较好。什么？因为布丁可爱才看？可是你都不出声欸，天天。下次要好好研究纸飞机，好吧，辛苦了。他一定还没填啦，在场一定很多人都没有填，我真的是要哭了。布丁首次上选拔还不来祝贺一下，太伤人了。中间有一道墙，有一首歌叫《心墙》，什么？你的心有一道墙什么的，笑死！先不要啦，快点填大家。布丁机智掌选拔，你居然不来祝贺一波，你们真的是太伤人了哦。布丁会哭哭，在场的根本很多人都没有来看过我，没有来过我的握手会，你们真的是，我要哭了。对啊，还有合照，还有合照。合照会，在隔壁看不算，我要哭了。好好吃。今天也是练习了一整天，刘海都坏了。对。快点买啦，剩14个呢，要就把它买光，大家买光买爆。看在布丁这次很厉害占两个 center 的份上，这是我第一次占两个 center， 虽然它是分开的 brand， 但是总而言之是两个 center。 我们目标是 A 部，我没有哭啦。为什么？
还不能那个吗？对啊，我很开心。就第一步啊，是吗？大家喜欢晚一点哦。可是我是第一步跟最后一步哎、欸，什么时候的看？还早啦，大家，还早啦，你各位，11点很早哦，好吧，那我管你啦。可是，那你们要填最后一步哦。开始由布丁开始，结束也由布丁结束。对啊，看大家喜欢哪一个？大家喜欢早上还是下午？下午都喜欢。那到底要哪一个呢？都握抱。始于布丁，终于布丁。夜猫可是没有晚上的，只有下午。希望是两部都可以满布啦，是这样子的，希望可以。两部都满布啦，希望可以啦，希望可以突破自我一下啦，这样子。喵喵喵！为什么？为什么鬼算盘？对啊，这是在室内。希望这次可以突破自我。笑死，我也没有很高啊，其实。哦哟，我的刘海根本就是油掉了，他今天流太多汗，他毁了。对，目标是两部都满，希望两部都满。两部都满的话，就会穿阿美族服。什么叫如果这次有找布丁？你应该是应该说你这次一定要找布丁才对哦。对啊，说不定是做的牌，两部都填就不同布丁，忘记填哪一部，那就两部都填。什么跪着进去？干嘛跪着？哪会忙？我不忙好吗？我很充满了精神与活力。反正大家要记得赶快填握手券哦，还有合照会。手滑哥，动起来，咚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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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还有2周年的那个个人的胸章，还有14个哦，大家赶快买衣服买起来，快点吧，让它卖完啦。没有买过布丁的大家，买衣服买起来。蛮可爱的，很可爱啦，赞！
对啊，要买。买起来，买起来。我忘记我摆什么 pose。我忘记我买我把我什么啦？三号跟我讲讲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没关系，先买完。不知道这次二周年有没有钓到新番？对啊，我很好奇这件事情。我拿了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我拿了，但是我忘记长怎样。那我是什么 pose？ 真的假的？谢谢大家。有吧？不是，这次有一件很难过的事情。对啦，所以我希望还没有买布丁胸章的朋友可以考虑买一下哦。我放在家里，就是好奇一下啦。新饭含幼，然后大家说安安我萌新，真的赞赞的。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哦，这次有一个伤心没到的举手。这次有一件伤心事，真的让我有一些伤心的一件事情。大家应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猜猜看。最喜欢玩猜猜乐了，安安我萌新。不是，就是表演嘛，然后我当了两个 C 位，但是听说有人说啾啾啾的 C 位是周佳玉，而且他不是写错，他写阿潘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双马尾的 C 位，他写了熊妹，什么意思？那布丁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么的没有存在感吗？这让我感到很伤心耶。原来我当 C 位大家都没发现。我很难过。就是一个小小的伤心，说不定连那个其他没有，不是不就是说不定在这个直播间以外的粉丝都不知道我是谁位，让我有点小小难过。还好啦，没关系，就只是疑问我。真的没有，真的那么没有存在感吗？我就是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可是我两首歌都一直站在中间，我一直站在中间，我很开心这两首歌我都一直站在中间，可是就是因为我一直都站在中间，然后还被认错就有点难过。嗯，重点是阿潘根本没上台，然后就没有啦，就是一个
有点小尴尬的一件事情。我没有要哭啊！现在我是手滑哥，你害到鲁山好笑哎、欸。可是阿胖跟我说，有人说啾啾啾的那个 C 位是阿潘，还没有，而且他是写阿潘。阿潘跟我讲说，上面写阿潘，周佳玉就算阿潘，阿潘，还是我长得其实很像阿潘吗？就是，那这也就代表很多人都不认识我啊，就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就算都上了选拔，还是有人不知道我是谁，好可怜。谢谢本丸，我不知道是谁啦。我哪里长得像阿潘了？你知道阿潘拿了他高一的照片说我长得跟他以前很像，哪有？星星又不是自己选的。一点都不像啦，阿潘那边乱说，我觉得不像，我觉得我比较可爱，我不想。谁？黑子是啥？那我也反驳这句话，强力反驳，强力反驳。反正就是一首歌就算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两首歌都会这样子。小小难过，哦，黑粉怎么样？黑粉，黑粉，然后直接改名的意思吗？直接证明文真，不要。叫错你，要叫你什么？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已经两首歌我都已经。尽我最大的全力去跳的，希望大家有看到钉子，钉子裤啊，钉子裤，钉子裤，有看到，那就好。但是我希望不只是我的粉丝看到，希望。就是我还没吃完，就是没有推我的粉丝，又或是根本不认识我叫什么名字的粉丝，
都可以看见。如果卡丘来认出我跟阿胖，我会很傻眼哦。我在傻眼，谢谢大家，我要哭了。没有、啊，谢谢大家。还有出纰漏的 River， 我说英主的啦。三号很喜欢 River 这首歌，这次有机会跳到 River 的三号很开心。我也喜欢 River， 傻眼。我也很喜欢 River， 因为，这首歌很好看。谢谢。之前讨论是布林奖啊，可是大家好像就是没有同意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之前讨论的结果是普林奖啦。是哦，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，但我这次好像，你有听到吗？我好像没有听到。我不要，我不想要跳 Hello Center。我们之前讨论的结果是扑林奖啊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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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它的汤很好喝哎、欸，我最喜欢是这个鱿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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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踏踏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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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都会跳了，这样。所以到底要什么？这汤太好喝了！不是你们不应该先讨论一下双马尾这首歌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跳双马尾，双马尾。对啊，我是不知道啦。是啊，那要怎么办嘞？我不知道。谢了转转，我想想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、欸，因为大家之前跟我讲普林奖比较顺口。Hello， 西恩，就是什么布丁真的比较统一，就统一布丁啊，害我想吃布丁。对啊，大家之前跟我讲布丁奖比较好喊，所以才决定是布丁奖。但是大家可能就是都会直接喊布丁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呢？你觉得布丁比较清楚？你觉得布丁比较清楚啊、哦？
哪里有影片？哦，那个。哦，不要喂犬了，跟大家说一下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能思考，我不会思考。我不知道，我不会思考。听三号的，好，我要吃凤梨酥三号。他就叫布丁。布丁，不然到时候大家喊的都不一样，然后就很不统一，就听不见，就会被吃掉。说的也是，为什么之前都没人想到这个问题，然后就说普林讲是为什么？花枝凤梨酥。哦，我最近最喜欢的是嘉德的凤梨酥，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，好像没有。我前阵子中秋连假也在吃凤梨酥，我尝遍了各家的凤梨酥。发现我最喜欢的是嘉德，所以他以前叫栗子哦。所以到底要哪一个？嗯，好吃完了啦。它今天怎么比较软？好像是不是超商买的都比较软？发现超商卖的凤梨酥都比较软，太难过了。我比较喜欢酥酥的，真的假的 ？Yuki， 你好久没有来看我，可是我今天刘海撇掉哎、欸。那，我觉得布丁是比较清楚啦，然后大家也比较。通常大家好像都会喊布丁，但是大家就觉得布丁讲的顺。真的假的？现在真的是太棒了。一号嘞，一号的意见。一号也选布丁哦，简单有力，简单明了有力。好，拍不是拍桌，那叫什么？法锤，那个法锤，拍案，定案，人民的法锤，人民的法锤，定案，布丁。好，你快常来看我啊，我都想你了。定案、哦、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，可不可以讲？二号其实那天也有去，二号去五场啦，还是不该讲了算了。啊，二号有去啦，他有去啦，呵呵。什么？什么前天？我讲昨天哦。嗯。我不是讲那天哦，昨天啊，真的假的？好啊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？早知道不要讲了，下次不要让他来了，好好笑哦。好好笑，平头的前进人，什么很近的怎样？就是我的道具组二号，我的表哥得是，大家都说我跟他长得很像，就是还会有人把我们认成龙凤胎，啊，明明就是表兄妹，然后就很多人说我们长得很像，就不像啊。
小时候比较像，现在就还好了吧。下次拿照片。平头的年轻人。不要。然后因为我们年纪又很近，我们年龄就只差半年，就真的很怪。网易网易网作家什么意思？不要哦，不要哦，不要哦，不要哦。鳄鱼你在说什么？锁家什么？你是打不完的字。不要，我上次就说了不准批，严格禁止得撕。我要严格禁止。就说了先不要。不行得死。对啊，你要批我当然不能阻止你啊，我又不能控制你的手收。但是你批了我就把你ban掉。我要那个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，要有自己的原则，不可以这么的没有主见。要当一个什么旅馆头衔什么，我猜应该没有啦。嗯，旅馆头就是可爱的我这样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跟那天穿一样的外套？哎、欸，我那天也穿这件外套啊，旅馆。你头贴就是现在的我的衣服。好想喝水，谢谢。我要讲什么、啊？忘记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开始。不是有啦，那都多久了？我们现在要来聊的是2周年演唱会。2周年演唱会，然后先聊五场，还没聊完，我还没聊完，要有秩序的聊。按照曲序聊，首先第一首歌是《呜好呜好好》，这是第一次我们选拔16个人一起演出《呜好呜好好》。我们现在是有那种条列式疗法，对，4单选拔全员登场。呜好呜好好，让大家看到呜好呜好好了。耶，虽然站得比较后面，不过还是希望有把呜好的精神传递给大家，让大家嗨起来，嗨起来 ，OK。我说选拔啦，选拔，固定在哪？布丁在这，选拔，叭叭叭叭叭。对，就是比较不太好让大家看见，但是希望那份心情也传递给大家。嘣。崩奴变爷奶了，说到崩就想到崩奴。我的口红呢？等我一下，大家，我补个口红。一直跑来跑去，大家有没有盯着我？紧盯着我？大家有没有紧盯着我？什么叫当作你有看见？你根本没看见。反正第一首歌是呜好呜好，
五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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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啊，第二首歌、第三首歌都没有跳。第四首歌是看见吗？是吗？看见夕阳了是吗？我已经搞混了，是看见夕阳了吗？对，看见夕阳了吗？然后我在最后一排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？我在最后一排，希望大家有看到我。我很努力的跳。好的，我加油。对，还有升格，说不定下一次就换布丁了啦，没有啊？我有看到，希望大家都有看到我可爱的小脸。哦，原来大家没有看见夕阳哦，说的也是，在室内是看不见夕阳的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这个看不见，好像有点小字，看不见，我拿了灰再灰看，看不见。那就期待布丁能够进五单选拔吧。拜托布丁要加油，布丁加油，布丁要进五单选拔，布丁要进五单选拔。自己脑补，自己直接幻想一个人 ，AR 虚拟实境，笑鼠，谢谢阿 K 的看好你哦，祈福祈福一波，谢谢卡丘送的告白气球。布丁要加油，布丁要加油。嘿，谢谢保罗的全力应援。对呀，希望下次能够再更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还有什么？好，第四首是看见夕阳了吗？然后再来就是我只想对你。啾啾啾！这是我第一次站啾啾啾的 C 位，我之前都站旁边，好像二号还是三号，忘记了，可能是二号吧。然后都要加，第一次当了 C 位 ，center 的是 C 位。什么？今年你 TP 一年多了吗？嗯。对啊，我都站在右侧，但是我这次为什么喜楼哭嘛？现在才追踪我啊！我已经播直播一年了，是吧？应该有了，超过了。哎，有吗？我其实有在想要不要喊 say no， 但是我想说还是不要好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就想说。是不是只有 Lady 喊我？反正就让给 Lady 他的专利，就所以就不喊了。我是一起生，什么不同的？哦，对，有可能。我想说那是 Lady 的专利。嗯，我知道啊。我只想对你 say no， 啾啾啾。好吧，没有关系，就期待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再叫啾啾啾的 center 啦。好吧，好吧，专利就是拿来用的。Hello， 杨雄，傻眼。好，我下次一定还有机会再叫啾啾啾的 center。什么按到 this？ 你说你按到取消追踪，还是你不小心按到追踪？你们要追踪我？准备，预备，我只想对你准备，啾啾啾。哦，你是属于大家，还是要喊预备？我只想对你预备，啾啾啾。这次穿的是那个蓝色的衣服，
深蓝色的衣服，就是之前 TTP Festival 的另外一套衣服。准备啾啾啾，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还蛮好看的，谢谢。对，很好看。准备，大家可能会直接不喊，就会直接笑出来。我喊完准备，然后大家不是啾啾啾，就是哈哈哈。不要告我啦！台下啊啊啊！然后我们在讲什么？啾啾啾！因为这次少了高跟鞋，所以就跳了很高，跳得超级高，飞到天上去，有一个翅膀。因为蓝格子给 Daisy 穿了。我也不会想穿蓝格子，不是，因为穿蓝格子就要配那双可怕的高跟鞋，就是那个跳 Only Today 跟啾啾啾会直接阵亡的一双鞋子。对耶，我只想对你一二啾啾啾，一二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差点就要飞到天花板去了，差点就下不来了耶。我用生命在飞翔，挥动生命的翅膀，是我以前写，我以前德加做的作文。什么意思？哈罗落日一笑笑，39个人站在舞台上，然后不震动也是蛮厉害的。我只想对你 one two 啾啾啾，真的、哦，可能只有前面感觉到 one two 也不错啊 ，one two， 然后啾啾啾，我已经就是用尽生命在跳，希望有传递给大家我可爱的样子喽。卡哇伊有卡哇伊，啾啾啾！第一排还可以感受到震动，对，就是我那时候在跳的时候，就想到之前在 mini concert 跳错，这次没有跳错了，耶，快乐。然后再来就是英祖的歌。波的可爱，我差点看成波勒，我想说波勒在哪？哦，波勒有跳，哈哈哈！波勒跟波的一起跳，波的波勒，波的波勒，那是我难得出错，那是我难得出大错，真的很难得。波的波勒，波的波勒都可爱。然后接着就是英祖的三首日文歌，首先是大钻，大钻就是一首大家已经熟悉的歌曲，就不再多做赘述。那当然是跳得非常的开心。啵的就是我布丁，啵的啵的啵的。然后再来就是 bingo。Bingo Bin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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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ngo， 突然自己乱唱一通，怎么笨？什么缺乏熟练感？哪一首歌 ？Bingo， 然后这首歌也很好听，但是我觉得这首什么台湾就是我们的波德宝岛。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好像都蛮喜欢的，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好听，但我觉得它比较，这首歌比较平淡，对，比较平淡，没有什么起伏这样子。什么祖祖啦，祖祖有很认真唱，祖祖很认真唱，他很认真唱，说的也是，所以大家都是
一个回忆的部分。Bingo！ 大家都很爱，但是算也应该也算是大家的神曲这样子。不过好像没有听到大家喊口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不是 One two three four， 因为我们会来不及喊，所以其实那个是就是电音，好像蛮小声的。Crazy for you， 真的，我想要看。哈，哈，哈 ，bingo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，这首歌没有扣哦。哦。真的 ，Green Flash， 幸好我没有唱 rap 的部分，不然会直接哦哦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不要生气。嗯，傻眼，哎，那个什么。那个什么，在表演的时候真的是绿光耶，真的是照绿光。Green Flash， 原来走心，没有，他没有走心。然后 Green Flash， 对啊，不小心被你看到了，这样也看得到。300日元是吗？辛苦了，这个我在那个大创买的，我在大创买的，辛苦你了。大家有切啊？我后来才知道纸飞机大家会切白光，原来是纸飞机的部分。面对舞台，对啊，几乎在左侧。我那个副歌的位置都一样，都在左最左边。反正这首歌就是慢歌，不知道我给大家有大家没有收到我传递出来的情感，还是大家只是觉得我脸很臭？大家有觉得我脸很臭吗？我很努力的不要让自己的脸太臭，因为没有表情就会有点臭。嗯。这就是绿光的部分，自动给它变成绿光。然后接着就是365天的纸飞机。这首歌呢，我站在布幕旁边，就是最侧边的部分，然后丢了纸飞机，结果它坠机了。爱是一道光。真的，那就好。不是，然后接着就是脚链，11月的脚链。哈哈，我那个什么，我其实之前就很喜欢11月的脚链，毕竟是我的神推的毕业歌。嗨，小猪。然后它翻成中文也蛮好听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歌词？为什么？哦，我神推有点多，对啊，怎么样？我是偶像，我神推可以很多。对啊，我跟他手牵手，小手拉大手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手应该差不多。什么会不会唱成绿光？笑鼠。对啊，11月的脚链，我对你的眷恋，俏恋，谢谢。但是这首歌词其实也写的蛮好的。你没有神，那你有推吗？我其实原本就很就是蛮喜欢这首歌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发这张歌出这张歌的时候就已经加入 TTP 吗？还是忘记了？
来，被你看到了，西罗库嘛，西教教什么教练？是伊乐教练？怎么对着我唱？什么意思？大家应该很开心吧？可以看到成员们下来，爸爸 Yuki 下次要再来，好像是，好像在甄选中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就很常听这首歌。啊，为什么突然告白？什么？我很抱歉，很抱歉。哪一幕？你说大家下来这样吗？十一月的教练，我对你的眷恋，到现在还舍不得拆卸。那是你送的纪念，属于两个人的秘密关联。很抱歉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昨天你好吗？今天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句唱日文，我比较喜欢日文。什么さよなら、なに、こんにちは，比较喜欢日文。哦，对，很抱歉，很抱歉。没有关系的，九代还有机会的。对，我对你的眷恋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歌词决定了？没有啊，可是你们都听过啦。真的假的？只能走到什么？反正为什么会最开心？看到我表演就不开心是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怎样？你很不开心哦？看到我不开心吗？原来大家都是左进右出的好孩子。反正这只是教练，跟大家能下台跟大家挥手很开心。我都跟子萱一起行动。赞啦，开心。你要真的，我刚刚已经唱了一下。说的也是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那个脸？我要选那个脸。好吧，很不像我今天的那个什么眼睛啊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两个眼睛长得不一样？我这只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变成单眼皮了，超丑。直接给大家看单眼皮布丁，双眼皮、单眼皮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明明就没怎样，单眼皮，单眼皮的布丁。好啦，但是它内的快要变单眼皮了，单眼好内双的布丁，外双的布丁。果然还是外双好看，他今天真的很少这样，我平常都是大外双，他今天居然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有睡很久，我应该睡太少。我在努力把他框出来，但是他打一会跑掉。希望他明天会好。我的大外双一直是我很骄傲的东西。我大外双一直是我很骄傲的、很骄傲的一个东西。总水肿，希望明天会好。可能今天太早起来了吧，睡太少吧，睡太少好像也会这样子。有啊，我很久以前就讲过，我的左手中指有一颗痣，而且很大。谢谢。五场聊完，接下来讲晚场。晚场，哎，我明天要断考，不是明天，后天啊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我后天要断考，哎，我整个连假都在忙，就断考就放飞了，这样。我输定了。
可是我每天都化妆，就今天不一样。单细胞还在念书吗？对啊，仔细看看，握手会来亲自看看。Fur， 你也只记得这个吧？哼，完蛋了，拜托不要、哦，我这个连假都拿去忙了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已经无力回天。有一个什么？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孤城无力，什么可回天，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寒假，孤城无力可回天。为什么放弃寒假就开始？孤城无力可回天，就孤城无力可回天。什么意思？我忘记了。面对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我已经无法挽回了，无法。随便，就随便给他这样用。孤城无力可回天，孤城真的无力了，孤城已经无力了。好，我们赶快把事情聊完，就可以安心的去读书了，好吗？反正我们聊完大概差不多可以结束直播，那就赶快去读书吧。对，不能飞天，你解释的很棒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晚场，是不是啊？我乱用的，只是想到这句话。晚场第一场第一首一样是呜吼呜吼吼，我觉得这首呜吼呜吼吼跳得比舞场更好，可能是在场地更熟练了，就跳得更好了。呜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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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接着就是爱的个哒，我还是站在后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爱的个哒，呜吼呜吼呜吼，爱的个哒，很久没有跳爱的个哒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其实山顶也不会很山呐、啊，我觉得啦，就是对比乌梅来讲。爱哒嘎哒已经很久没有跳，但是能跟大家一起在台上跳这首爱哒嘎哒就很开心。昨天听阿帆说，我们爱哒嘎哒就是在 Y17学的呢，是吗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我有点忘记了。爱哒嘎哒，好像是吗？我忘记了。谢谢阿夏的掌声鼓励，对，双助加成。这场的山顶我觉得没有很山啦。接着呢就是 Y17 有很多回忆啦，其实大家应该有些知道三空啊。三空是什么？ Hello 总喵。接着就是哈西勒喷嚏，哈西勒喷嚏啊，有吗？哈西勒喷嚏，别杀人在那儿。我和蛋蛋哥哥不需要喜欢着。哈西勒喷嚏。对啊，所以就是用这场企鹅，好开心，这是可以穿企鹅装，我超开心，我觉得企鹅装很可爱，我超喜欢。也很意外，这次居然不是 B 组跳吧？超喜欢企鹅。我喜欢企鹅装，你知道跟大家讲一个笑话，就是我在穿企鹅装的时候，因为企鹅装它是一个企鹅装，然后再配一个裤子这样，或是反正好像就是裤子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这时候因为我第一次穿企鹅的衣服，然后我就只穿了上衣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么短，我说哎为什么我的这么短，然后他们说啊你没有穿裤子哦。对，我没有穿裤子，我上台有穿啦。我在那时候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穿裤子，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么短，然后我才发现我没有穿裤子。但是我后来上台有穿啦，因为人家没有穿过企鹅嘛，我有穿裤子，没关系，反正里面也是安全裤，我有穿裤子。你好夸张哦，准准是怎样？大家戴企鹅帽就认不出来是不是？
没有，那天是第一次穿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不是。然后没关系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傻眼，太夸张了，准准。我们之前在练习的时候，老师还说我们是跳最整齐的一个，最整齐的一个组合。希望大家有觉得我们很整齐。然后这次跟子萱一起跳《奔跑吧，企鹅》你有屁屁？真的假的？也是会啦，怎么可能这么那个？真的吗？老师那个时候说我们跳得很整齐，他说这是他看过最整齐的组合，这是一个神奇的组合。奔跑吧，企鹅，我忘记之前在看什么东西，就是听到企鹅，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认不出来？你这个一点都没有道歉哦。而且我还跟子萱站在一起，有一小段啊，一小段。奔跑吧，企鹅！我真的很喜欢穿企鹅装，我喜欢企鹅。还没有看过我穿企鹅装的，或是没有现场看到的，可以到 IG 看一下我企鹅。这个没关系的，企鹅，企鹅。我好像看什么地理频道，动物频道。嘿嘿。动物频道，然后他讲企鹅，哦，对啊，子萱帮我拍的。企羊，企鹅，说的也是，你要变强就变企羊啊。大家赶快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这种可爱布丁奖啦！嗯，祈愿，祈愿，好啊！我如果有时间再考虑，先等我段考完好吗？你各位，我段考要到了，我数了，什么木栅？木栅有企鹅，木栅有企鹅啊，小小的那种国王企鹅。我没有拍全身，来不及拍全身，只拍了半身。没有，不能放弃，这有运动家精神。然后接着企鹅玩，就是又是鹰组三首歌，鹰组三首歌就是这次做 River， 我喜欢 River， 势不可挡的 River， 我怎么要唱中文版？好，等我考完，大家你各位等我，拜托。我喜欢 River， 我也觉得我跳得很有气势。哦，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这次我没有在直播备课，因为就是我们换老师嘛，就是那个升高二，然后就国文老师不一样，然后我们这个国文老师就是他，就是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他就是做事很有条理，要按部就班，所以他就会大概。就是刚开学好像第三天我们就要背默书了，所以其实我已经就是都背好了这样子，所以就没有再像之前一样直播前抱佛脚这样。对啊，难得英主帅一波，我帅得很高兴，希望大家有看到我帅帅的样子。但是还是要看别科啊，我自己是比较偏好 River 啦，我自己比较喜欢 River 的舞步，不过 Beginner 也不错啦，但我个人就是喜欢 River， 真的是 B 组跳的歌我都很喜欢欸，我也很喜欢 High Tension， Fine Gay 也很喜欢，都喜欢，很想要，我们其实蛮想要跳 High Tension 的。啊！对不起，我看不懂那个片假名。我都喜欢，嘿嘿。谢谢健健。
真的吗 ？Green Flash 很适合我，你是指哪一个部分很适合我呢？然后哦，就是 Flying Gay， 我觉得 Flying Gay 很酷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第一次看到 B 组他们用那个买甲就超酷的，哪一个？应该是双马尾啦，我也觉得我双马尾扭的超好看。什么刚刚那句文，什么飞翔入手 ，Flying Get， 我也喜欢 Flying Get。然后接着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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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一定啦。说不定之后有机会再跳到了哦。先进入，对大家，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听过这首歌啦，因为就是这首歌还蛮新的，但是这首歌很可爱耶。虽然在日本那边是 U16， 我们这边是 U17， 可是不是我们也很想绑双马尾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那个什么 B 组的三位是连着表演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绑，因为他们是前面还有表演。然后我知道救世主，我才是救世主，我是 TTP 的救世主。没事，什么？你看错什么？我是 TTP 的次世代，我是未来的主人翁。什么？只有两个啊？两个什么？哦。我其实也算一点点双马尾，我当主人翁就好了。我是 TTP 未来的主人翁，那我不要当救世主，当主人翁。我知道救世主下场不太好，但我要当主人翁。我是最可爱的次世代主人翁。哇哈哈，呜吼吼，我是主人翁。我是主人翁，我是主人翁，次世代 center 主人翁。真的，谢谢君汉，还要再努力啦，谢谢谢谢。丁世代是什么？什么意义？一啊啊哩啊哩，不是，我是主人翁。某某啊，我真的救不了你呀、啊！谢谢君汉，那我当次世代吧。没有啊，我们一直来都是，我一直来都是自恋，没有。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当这首的 center， 我真的很快乐。我是未来的主人翁，国家未来的主人翁，次世代 center。讲错话了啦，好好笑。我是年下组的主人翁，年下组 center。 哎呀呀，哎呀，不小心发生事故，我没有被惩罚啦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很有意义，嘿嘿。我是主人翁，没有说错话。他太赞同我的话，赞同到嗨到倒掉这样子。Twin Tap Twin Tap， 大家有看这个手势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们副歌是这个就是一个绑双马尾的法式的概念。Twin Tap。赞啦，自己脑补这样，领导力 OK， 同理心 OK， 控场力 OK， 哈哈，不要这样子，没有关系的。我是那个什么，具有，我忘记叫什么，就是露比武茶的那个叫什么？我是心灵公主，大家知道吗？
刚叫了两下，好可怕！我叫忘记自己叫什么了。什么？不是双眼皮，这个是那个绑双马尾的法式。我找一下 ，Pinte，Pinte， 等一下哦。发了，你都没看到。我是什么？善解人意且温和的心灵公主。我是善解人意且温和的心灵公主。虽然我觉得我还好啦，出来了啦，今天不像啊。心灵公主，好，我等一下分享一下这样。今天下午的样子。好，反正我要多讲，就是，我觉得时间竟然到了，我要多讲这首歌。这首歌很开心能够当到 center， 然后也跳了这么可爱的一首歌，虽然。没有成功绑到双马尾，但是希望大家都还是觉得我很可爱。Twinkle， 我那个很努力扭很努力扭，很努力摇，很努力做那个 wave， 一直在努力的动。谢谢本丸的一万个赞。Twinkle， 可是他名字叫 Twinkle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唱歌这边 Twinkle， 没有说不可爱啊。对，燃烧生命的摇摆 Twinkle， 人家 Wave 可是练很久，以前在社团练很久。Twinkle， 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再表演一次，然后可以绑上马尾，拜托。求求你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是新歌，然后又可以当新歌的 center， 所以就很开心。就是第一首就是出披露的歌是由我当 center， 所以很开心，赞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布丁也会努力，但是先把段考考完，再继续努力哦。那接着哦，谢谢阿米的啾啾你。什么拿手？对 ，C 位的喜悦。但是我发现这好像叫无敌双马尾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歌名，因为那个什么，我们的歌单上面写。最强 Twinkle， 所以他到底叫 Psycho Twinkle 还是 Twinkle 还是无敌双马尾还是最强双马尾？我自己是叫他最强双马尾啦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，姑且叫他最强双马尾好了。对啊，汉字是最强。对啊，可是眼睛有东西，可是他原文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，就是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，应该要叫无敌还是最强？那就拿来用好了。对啊，随便啦，就先当最强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很开心这次的二周年演唱会顺利结束，也让大家看到了可爱的布丁，布丁双马尾，笑死！好啦，没有，我知道我没有很在意啦，我只是说一下，小小聊聊一下而已。段考，我的眼泪。拜拜朱莉恩，我不要布丁啊。
布丁的是什么？我有发明一个布丁手势，哎，怎么比？我忘记了。我真的发明了一个布丁手势。嗯，谢谢。不要骂啦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记得我上次有一个我比了一个布丁手势，但我忘记怎么比了。没有啊，就突然想到的。不是，这是一个布丁的样子。这是布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布丁。这是布丁。这是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。可你弯弯的就不像。弯弯的。平的吧。可是平的就很像是什么？是这样。随便啦，我忘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咯，来念榜吧。我忘记了啦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朱莉安，掌声鼓励，江浩掌声鼓励。第九名是整尊，第八名是保罗。Hello.